等一下，他忘了自己面对的是一个 CBA 的高水平球员，这次想直接突李阳，李阳再次展示什么叫做顶尖控卫，杨振，哇！杨振个人已经拿到了七分，哎 ，Taylor， 哦，又是失误，还是李阳，李阳起码已经三次抢断，再给杨振再上两分。孔德林这球直接传给 CJ，Yes，CJ。是李阳，李阳在场上把这儿变成了自己的游乐场。面对米兰，没有讨到便宜，快速的上球，看看白金，一对一反篮，白金上篮命中。白金这一次抓住机会，为球队再追两分。看看白金，瞄篮突进来，又被切掉。这段时间追梦队的场上传球感觉有点糟糕，反击再打中。杨振，看看推进。这一下一对三，谢立石，这下让白金给抢断，看看转换，向着超抱住对方，大进二加一，在比赛最后的阶段，中锋队连续的上分，他们还是保持住了强度，